你个空姐摆面做咩啊？睇下你呢个系咩表情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系专登我招你上帮我，但系好似你条腰咁啊，炒死手都咁劲，你有冇后悔啊？似你啲杯咁样攞咗嚟，点都未啊摆喺度，系咪应该趁住呢个机会放弃咗佢，或者？ 我这砌车系唔值得嘅咧？值唔值得？值唔值得你问我？系咪你自己啊？你一件衫值唔值得？我就话唔值，但系你中意嘛，中意咪得咯？你而家撞到懵晒啊！你砌车冇遇过炒嘅咩？你都唔知炒几多次啦。今次真系唔同咧，我从来未试过咁接近死。 谂啲嘢有啲时间咧，全部都乱晒。嗰种感觉好恐怖啊！嗰地方你未去过，你唔会知噶。我去过，条路系三线转两线，有架私家车系都唔俾我吸埋线。我觉得前面条路越嚟越窄，于是我就俾油。我觉得啲车声越嚟越细。 到到最后只系听到自己嘅心跳声，当你集中精神，系快到任何声音都听唔到，亦即系唔可以走，只系争少少啫嘛。佢将我逼咗埋山，唔知打咗几多关键。哼，居然我哋大家都冇事啊！我就同佢去饮酒庆祝，我记得我同佢讲，头先真系过瘾啊！啲时间觉得好长咁，可以记翻好多嘢。 连佢读书嘅样系点样我都可以记翻出嚟，佢唔识饮酒，偶然之后我就从佢翻屋企，点知第二日就话佢死咗，喺脑震荡。其实我应该再砌翻车，我应该再拎架车出嚟砌翻两转，但系咁就过咗几个月。其实你越惊。 就越应该去克服佢，迟咗就乜都冇。如果唔得咁点啊？好闲啫嘛，得咪算咯。真系，人生有好多嘢，唔系咩？